会当哦，礼貌真重要。大家敢知影要安怎才会做一个有礼貌的人？你听我讲哦，譬如讲，大家咱对四口位的人讲，请、多谢、是的，就是基本的礼貌。为着鼓励大家，后礼拜我会选出上有礼貌的同学来做本班的礼貌小天才哟、请多谢新礼，请多谢新礼，请多谢新礼。请你，你谢谢念是咧念啥？我咧练习讲，请多谢新礼。啊？练习？这为什么需要练习？因为老师讲，下礼拜要选出阮迄班上有礼貌的人来做礼貌小天才哦。你确定会晓讲请多谢新礼，就用做礼貌小天才哦？对啊，老师就是安尼讲的啊。请多谢新礼。请多谢新礼。现在要分作业了，妮妮哟，多谢啊！妮妮，你打着我的脚啦，足痛的呢。干嘛呢？我也无打真大力啦，算算去，为着要做礼貌小天使，好啦，是你啦。哼，真无礼貌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今嘛要宣布本班的礼貌小天使是。一定是我，王大明。真的是我。我明明真骨来讲，请多相信嘞。是安怎礼貌小天才不是我？请多谢新礼，请多谢新礼，请多谢新礼。哇，你真厉害的呢，竟然也会晓讲请多谢新礼。请多谢新礼，请多谢新礼。妹妹啊，你敢捌看过这么有礼貌的救援者啊？啊！你确定会晓讲请多谢新礼，就用做礼貌小天才啊？原来，我只亲像一只有人讲话的救援者。请多谢新礼，请多谢新礼，请多谢新礼。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礼貌，老阿公。这不是安尼嘞，你的救援者根本不是对心肝来，想要对我讲，请多谢新礼，所以伊无算是真正有礼貌。这对呢，讲了对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本来我就是只要常常甲请多谢新礼挂伫个嘴边，就算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啊。要唔过，我妈妈甲我讲，就算讲逐天讲100遍、1000遍的请多谢新礼，
也毋过毋是发自内心的感谢甲谦虚。那安尼，甲救援者有啥物无共款嘞？咱千万唔通做救援者，爱做一个发自内心、真正有礼貌的人。